那星期六晚上我的实况台会。It's time to stop! It's time to stop, okay? No more! Where the fuck are your parents? Who are your parents? I'm gonna call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It's time to stop! Hi, 我是恶魔猫。你们知道是在我图奇实况台抽吗？我每天一醒来，手机就是一排的感谢水舞姐抽奖抽抽抽，是礼拜六晚上八点在我的图奇实况台抽抽哦。主要还是想玩一些有趣的机制和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但应该也不会一直打 POE 啦。最近在玩 Let's Spell 最后咒语这种超难的守塔游戏，我也觉得很好玩。这次是怀旧风兵棋，其实兵棋是真的不太能打了。兵器法术幽魂也有一只新宠，寒霜自动选手，不论生命和击伤都比兵器好太多了。但兵器的画面效果还是很好的，本身自带低阶多重投射和分裂效果，配置够好的话，清图效率还是很不错的。但伤害不够的话就，这次主要是要玩这个盾牌月曜之影，看一看属性，怎么跟兵器幽魂那么搭，提供超高额的兵点伤。这对幽魂来说相当于 2.5 个 T1 集聚兵点伤，还有法爆率和法伤，还可以拿到幽魂非常缺乏的爆加成，足足给了 75% 的爆加成。可以看到这是我随便找的一个双小球盾，月耀之影完全碾压双小球盾，就算你做到花园等级也赢大约20万而已。问题是只有爆加成没有用，我们还必须要有篮球手段，要怎么办？雇佣兵之命又来了。透过手撕四个印记，我们能够很稳定的在刷图的时候有篮球获取，非常的香。建议喜欢法术幽魂的一定要试试看。装备上我们选用加二杖和月耀之影，那加二杖如果有懒人自动释放来放血肉锋线是最好的。头盔就用密教头开，憎恨、狂热、探测肌兽，身体用幽魂衣，召唤幽魂，召唤物伤害，释放回响。元素集中，相异掠夺者，高阶多重投射，打王的时候换机动，手用雇佣兵之命串喜欢的移动技能，那鞋子就用加二幽魂鞋串诅咒，饰品就补血补抗，项链用奥尔迅捷，老样子，你没有的话就用恶咒护符涂灭世之语就好了，恶咒护符也已经很强了。天赋就是血量召唤，大同小异。配置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说的地方，升华选用必备的黑暗统御者，超自然之力，骸骨屏障。那这支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法术幽魂可能还需要一点加强才可以回到台面上，但如果只求爽的话，那兵棋绝对是画面炸裂，连韩国观众都跑来说这是不是 COCBD 了，绝对有料。我是恶魔猫，我们下次见。